我是廖一辉，做手系统就是要创造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等各位一起来赚。在市场当中，要加快赚钱速度，不外乎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借由效率换股赚，最好赚这一段，快速把获利堆叠上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跟着做手系统效率换方一做，从8月4号到今天，你的100万透过效率换股，已经帮自己创出245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也帮自己创出2450万利润。而第二个要加快自己赚钱速度的方法，就是把市场当中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而每档效率标股都有固定的模式。做手系统就是要把市场当中最复杂资讯归结到最简单的模式。就同你所看到的，跟着做手系统去做。9月6号的灵光你会买在 34.8, 今天来到62块。100万已经帮自己创出 78.2 万利润了。而9月18号的大力跟着做系统，你会买在 24.95, 今天来到 30.4, 100万也帮自己创出 21.8 万利润。而9月19号的达辉 KY 跟着做系统，你会买在 16.9, 今天来到 20.4, 100万也帮自己创出 20.7 万的利润。而做手系统为什么可以创造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除了这个系统 100% 是我自己原创之外，在进场的当下直接会有各位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而且一定会有移动停去保护各个部位。那怎么做到市场当中最简单最有效率的选股方式？一件主流要把主流找出来，把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而一件选股呢，当然把每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一定要把它找到。就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要加快自赚钱速度的方法，就是借由效率换股。而效率换股要赚每档票最好赚这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跟着做手系统效率换方一做，每笔大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一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去换下一档，不是吗？那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直接一起来看。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0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是 9.8 万。系统告诉我们，经营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差报酬。9月10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带能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10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把钱发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带能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两到三天，那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15.3 万利多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2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5.3 万，系统告诉我们经营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跳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事实，带让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当然可以再次的加快自赚钱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2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15.3 万，系统告诉我们经营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报酬。问题是9月12号这一天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9月12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千富精密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12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千富精密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两到三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是 4.9 万的利落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是 4.9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别怀疑也不要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事实，单张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只要卖你舍得卖，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要做手系统，当然可以再次的加快自赚钱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 14.9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上报酬。问题是9月16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9月16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懂。16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博磊这样票，赚它最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1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千万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博磊这样票，赚它最赚的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的两到三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13.7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9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是 3.7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张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得卖，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要做手系统，当然可以再次的加快计算钱速度，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9月19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是 3.7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上报酬。问题是9月19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9月19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有威科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9月19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有威科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进，短短两到三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12.5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牛而已哦。事实上就同你所看到的，从9月6号到今天，你的100万透过效率换股已经帮自己刷出76万利润了。
而且1000万了，也帮自己创出760万利润了。而下一档股票要等各位一起来赚。很多投资朋友在市场当中股票为什么做得很辛苦，原因很简单，我们在市场当中要的绝对不只是一个头头是道分析，而是必须要一个真正会赚钱买卖点。市场当中会分析行情的分析师，会讲故事的分析师实在太多了，但是有几个分析师可以确确实把股票做好来，我相信少之又少。因此呢，跟着做系统去做很简单，我不给各位长篇大论分析，我单刀只给各位会赚钱买卖点。因此呢，跟着做手系统去做，我们为了让总资金效益达到最大化，而且操作一定要把握，所以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百资金集中操作单股票，而且呢一定要有严格风险控管，我绝对不允许我双股票铺在极大风险当中，所以每档股票最大风险也不会在 3.5% 上下而已。更重要的，我给各位会赚钱的买卖点，而这个买点跟卖点一定是领先而且非常明确，绝对不能模棱两可。也就是在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要加快赚钱速度的方法，当然就是借由效率换股。效率换股，做手系统就是要把市场当最复杂资讯归结到最简单的结论。因此呢，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当我们看到周线大户成本多，而关键价被日线买点突破，同时很自然的它就形成效率标股模式。而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间内会有快速大涨可能。就从这样票，在这一天，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我们说会一定看同个事实，我们会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之后，这一天一定这个阶段最好赚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之下，我说会员在这样发这一天这个做法，百分百资金买进，等好事很自然发生。那为什么买进之后在短期间之内就出现快速大涨？很简单，一单股票短期间要快速出现快速大涨，一定就要符合效率标股模式。那到底有没有符合效率标股模式，我们再来看系统一起来。也就同你所看到的这样票，在这一天我们会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然是日线的买点。那日线的买点到底有没有突破周线的关键输入价，直接来看当天周线关键输入价在 31.7， 而日线的买点盘中已经来到 34.8， 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早就突破周线关键输入价，所以呢很自然的它形成效率标股模式。既然形成效率标股模式，就同跟各位分享的，在短期间之内就有快速大涨可能。你有没有快速大涨？当然会快速大涨。当然就同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做股票不会只有买进股票一件事情而已。除了买进股票之外，卖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如何把买卖点标示的非常清楚，而且呢在上涨过程当中抱得住，不会被洗掉，甚至不会有大赚变小赚遗憾。事实上跟着做系统有个最傻瓜最简单操作效率报股模式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看。也就是当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百分百资金买进，简不简单？操作就这么简单，不要怀疑。可是呢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买进之后我们必须要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在没有跌破之前一路报到跌破为止，简不简单？操作就可以，就是可以这么简单。也就是这样，不要在上涨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有出现黑 K 的洗盘、哦、可是不管这个地方怎么样的洗盘，它就是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那当然只有一个标准动作，就是续报，很简单，很明确。那同样的，前几天在这个地方震荡整理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每天都跟各位分享，我说我们只看到一个眼见为凭的事实，不管这个地方怎么震荡，不管怎么洗盘，可是它都是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好，既然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就是抱着。那今天呢？今天是不是又开高走高创新高，甚至再收上涨停？所以你可以掌握到，当然是一个整段的利润，
而且永远不会有大赚变小赚，小赚变套遗憾发生。最主要原因就是买点跟卖点完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各位分享了，如果一档股票你买卖点都明确，你会不敢做。不敢做的结果是，纵使你买对一档股票，它涨上去了，你也买不多，你也赚不多。可是为什么个人做系统可以买得多赚得多？原因很简单，因为从头到尾，就从你所看到的买点永远会只有一个哦，所以呢，一定是百分百资金全部买进，不用怀疑。那同样的卖点也会只有一个，在上涨过程当中，你不会被洗掉哦，你不会被洗掉，因为很明确，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就一路爆上去。那当然更不会有大赚变小赚遗憾哦，所以只有买卖点明确情况之下，你才可以买得多赚得多。那同样的每档票都是一样道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那档票，每档票永远都只是我们赚钱工具而已，没有任何理由跟必要跟股票死抱抱一直绑在一起，尤其是那一些没有办法帮你赚钱的股票。那就同你所看到的，当你的做手系统有赚钱的办法，同时每档票都会来帮我们赚钱，这档票也是一样的道理。在这一天我们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档是日线的买点。那既然是日线的买点，买点也只有一个，就是不要怀疑，百分百不是资金买进，等好事很自然发生。那为什么买进之后短期间真要出现快速大涨，还是一样的道理，它一定符合效率标准模式。那有没有符合效率标准模式？一样直接来看系统一切。同样的这样票在这一天我们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时日线的买点。那日线的买点有没有突破周线的关键输入价？直接来看，当天周线关键输入价在 22.65， 日线的买点盘中已经来到 24.95， 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早就突破周线的关键输入价，所以呢很自然它形成效率标股模式。也就同跟各位分享的，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间之内会有快速大涨，可能有没有快速大涨？当然会快速大涨。相同的道理我们再重复一次，操作效率标股的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当买点出现的时候，百分百资金买进，简不简单？就这么简单。也别忘了一件事情，买进之后当然要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没有跌破之前一路爆到跌破为止。那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有出现盘中有出现黑 K 的洗盘，甚至盘中像你现在这么长，表示在盘中它洗盘洗得很深。可是你会不会害怕？你不会害怕，因为在洗盘过程当中它完全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哦，所以呢标准动作只有一个，就是抱着那尾盘哦，就是再拉上去。那你会问我，万一不小心哪一天它跌破大户成本线怎么办？不要怀疑，也不用等尾盘，看到跌破就是把手上的股票全数出清，一张不留，把赚到钱放在口袋，记得再赚另外一档效率标股。所以呢跟着做系统去做，一次大赚变小赚，小赚变套遗憾都不会发生。再开两票也是一样道理，做股票就可以这么简单哦。很多投资把做股票这件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听分析师分析了一大堆，然后呢讲一大堆的故事，那重点呢？重点也不过只有两个嘛，到底买点在哪里，卖点在哪里？如果连最重要的买卖点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还要很多的弹数、很多的假设，那怎么做股票？对不对？这样票在这一天，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说会一定看到同个事实，我们会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当时日线的买点，那买点一个啊，所以百分百自己买进，等好事很自然发生。那我所有会员跟我看到的买点跟数字一定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的系统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参数可以改的，我看到什么就会看到什么。那相同的买进之后短期间之内为什么又快速大涨？还是一样道理，它一定符合效率标准模式。有没有符合？直接来看系统一起来。这样票在这一天我们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档是日线的买点。日线的买点有没有突破周线关键数价？直接来看，当天周线关键数价在 15.65， 日线的买点盘中已经来到 16.9，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早就突破周线关键输价，所以呢很自然的它一样形成效率标股模式。就同跟各位分享的，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在短期之内会有快速大涨，可能有没有快速大涨？当然会快速大涨，买进之后连续两天两根涨停啊，同样的道理，操作效率标股的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不只简单傻瓜，而且非常安心。怎么样模式？就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百分百资金买进，简不简单？操作就这么简单，不用搞得很复杂。同样的，卖点是很重要，买进之后我们直接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没有跌破之前一路爆到跌破为止。
操作就应该这么简单。那所以呢，就同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分享的，操作效率标股有个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啊，简单明确才会做得好。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符合效率标股模式就直接买进，买点永远只有一个。那当然一路报到破大户成本线为止，所以呢卖点也会只有一个，所以买卖点各自有一个，很清楚。就如同这样票是我在节目当中先前跟各位分享过效率标股，你看我节目你会发现，包括你用我的系统，你会发现每档股票都有明确的买卖点，而不是只会交代买不会交代卖，买卖点一样的清楚，买卖点一样的明确。那同样的，每档股票用一个阶段只有一个买点跟一个卖点，这是其他分析师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很多分析师都只常在解盘在讲故事，然后呢每次就叫你试单买个一层两层试单试试看，卖股票永远卖不完的二分之一。你有没有这样困扰？我相信有这样困扰，因为不够明确嘛。那就同你所看到的，那我们来看操作交易标股最傻瓜最简单的模式，就是当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百分百资金买进，就这么简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先前跟各位分享过效率标股。那同样的，别忘了一件事情哦，买进之后我们要拿大户成本线来当移动停利，没有跌破之前一路爆到跌破为止。那很明显今天早上开盘没有多久哦，直接跌破大户成本线。那应该怎么做？要等尾盘吗？不用等尾盘。要卖二分之一吗？当然没有什么叫做卖二分之一的，只要看到跌破，手上的股票全部百分之百资金全部卖出，一张不留，记得把赚到钱放在口袋，然后我们必须要再赚另外一档效率标股。所以这样的操作你会不敢做吗？当然不会。这样操作你会像过去一样做到最后常常会有大赚变小赚，小赚变套遗憾吗？当然不会，因为买卖点就是这么明确。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必须用最精简的时间去创造财富，用最大量时间去享受人生，千万不要颠倒过来。你现在签约只是立即马上去亲身体会简单有效率的做手系统，我等各位马上来亲身体会。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做系统就要创造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等各位一起来赚。各位做系统去做棋子，纵使只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程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9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4001点。而10呢，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605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接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一笔对一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84点。同样的，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今天每一笔价讯号。接第一笔价讯号在8点55分的时候，是一个挑盘同步做多讯号，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下，这今天第一根 K 线在灰色线上，线下变线上转折，线上是红色同步做多。但是我说过8点55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颜色都是红色的，所以收盘收定我们设收盘价22307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根 K 线最低来到22278，所以定价百分之百全部穿成交。但是绝对不要忘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规划的压力区，一口单挣84点，记得把它发一口单。就等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当拥有做手系统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